刘玉兰、郑家豪老师和他们的学生带来的珠心算表演。首先祝福大家事事顺利，洋洋得意。我是龙玉兰。2012年长江黄河中学校开班珠心算班以来，我是第一任的老师。那第一位帅哥是 Alex。大家好，我是曾家豪，英文名字是 Alex J。我今年是我第二年在这里教珠心算。OK， 然后现在推荐我们 DA 组是 Arena。跟 Harry， 第一组是 Eric、Angus、Annie 跟 Claudia， C 组是 Brian 跟 Stephanie。珠算在中国已经有千年的历史，那中美珠心算学会从1996年在湾区成立以来，一直以传承这项珍贵的文化遗产为宗旨。我们的会员老师在各个中文学校努力地教授学生珠算、心算这项技艺。现在请看我们学生的表演 ，A 组请准备。OK， 我们的 A 组的 Arena 跟 Harry 现在要做三位乘一位跟三位除一位跟一位八五的加减乘跟两位四母的加减乘。OK， 拿红笔的做红色的题目，拿蓝色笔的做蓝色的题目。Ready? Go!然后第二题是518×6，答案是3108，对不对？很厉害哦。OK， 第二题 ，Ready？ OK， 翻译下去哈。Ready？ Go。第一题是296×8，答案是37。第二题是656×8，答案是82。OK， 如果他们答案全对的话，请给他们热烈的鼓励；即使是错了，也请给他们热烈的鼓励。毕竟在这么大的场面底下，他们要做这个题目是有点压力的。好，来，加减算 ，Ready？ Six, three, seven, two, eight.9-6, 8. Answer. OK, 有答案的就请给观众看你的答案。Okay, 答案是37。OK, 第二题。好，第二题，准备 ，Ready, Go. 62, 18, 35, 57。172。OK， B 组请准备 ，A 组做得很好 ，B 组表演的学生是 Annie、Angus、Eric、Claudia。不过再前面一点，再前面一点。OK， 准备 ，Ready， Get set, Go。好，请秀给观众你们答案。第一题是72×19，答案是1368。第二题是43×62，答案是2666。第三题是29×43，答案是1242，47。
第四题是23×97，答案是2231。好，接下来他们要做乘算，三位乘两位 ，Ready？ 给谁 ？Go！第一题是493×38，答案是18734。第二题是379×51，答案是19329。第三题是836×92，答案是76912。第四题是221×69，答案是15249。第一题是5504×86，答案是64。第二题是3312×72，答案是46。第三题是6860×98，答案是70。第四题是2436×42，答案是58。第一题是25625×41，答案是625。第二题是59373×81，答案是733。第三题是23808×93，答案是256。第四题是21762×27，答案是806。对吗？我们要听到掌声哦，要请你们来举手。好，再来，现在是二位七同加减算，注意听哦，小朋友注意听哦 ，Ready Go。60, 72, -63, 85, -90, 41, -27. Answer. Okay. 题目一念完 ，answer 就出来。来 ，answer 是。答案是78。做得很好。Okay. 再下来，一样二位数五目，对不起，二位数十目。Ready? Get set.Go. 98, 53, 71, 60, 24, 70, 13, 94, 58, 26. Answer. 答案是567。没有关系，这么大的压力一下，有点小瑕疵是 OK 的。下来我们要请第三组 C 组的学生请准备。我们谢谢 B 组的学生，这四位小朋友表现得非常的好。我们第四组是要做3×3的，跟4×3的除法，跟6×4跟7×3的除法，跟3×7跟4×5跟6×7的加减。Brian 跟 Stephanie 他们是来 B 组和 C 组的学生，再来 ，Ready， get set， go。第一题是622×567，答案是352674。第二题是714×425，答案是403450。对吗？
常难哦，因为题目是越来越难。好，准备 ，Ready， Listen， Go。Okay, 第一题是4502×326，答案是1,467,654，52。第二题是3638×852，答案是309,976。都很难想象他们脑子是怎么算出这样大的题目，但是真的很 amazing。再来，他们要做的数除算 ，Ready？Go。第一题是212,056除4078，答案是52。第二题是195,199除6731，答案是29。题目更大 ，Ready， Set， Go。第一题是312,720除820，答案是3796。第二题是3,618,756除438，答案是8,262。好，接下来他们做的是加减算，三位数七口，准备 ，Go。613,250,879,464,381,908,7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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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答案是3094。先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题目他们之前都没看过的，然后没有做过。好，再来更高深了，这是四位数的，四位数五个题目，五个数字，准备 ，Ready？3293, 4,317, -7,527, -7,827, -6,680. Answer. 好，我们谢谢 Brian。接下来是 Stephanie， 她单独做这项表演。接下来是五位数。Ready? Get set. Go. 84,281, 15,739, 46,142, 30,140, 27,187, 12,150, 20,630, 30,140, 12,170, 89,000, answer. 答案是今天这么大的场面，有些小朋友是第一次上来表演，像 Arisa、Harry 跟 Annie， 他们都是第一次上来表演。Arisa 跟 Harry 是2012年我们开班在松山开班的第一届的学生，他们表现非常不错，请大家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